诸葛葛被许多的80、90乃至00后奉为经典。如果提起中国早期的影视剧，小编心中最早浮现出来的也是《还珠格格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孝庄秘史》《倚天屠龙记》《神雕侠侣》《射雕英雄传》等等，我们从小到大看了不下7-8遍的影视作品。而且每次电视台重播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搬起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。而后来再翻拍的作品，我们大多从心理上不怎么接受的。但是时隔10几20年，当我们再重新翻看从前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的时候，总是能够发现一些从前没有发现的地方。比如近几年来清朝宫斗剧的大火大热，让许多观众在进一步增加对宫斗剧的兴趣的同时，也发现了我们看过的宫斗剧中诸多细节上的不同。就拿旗头来说，最近大热的《延禧攻略》就和《如懿传》相差较大，细心看剧的网友一眼便知，《延禧攻略》采用的是小两把式旗头，两边两个对称的发髻，而《如懿传》和《甄嬛传》相似，用的却是假发盘成的倒拉翅头，看起来十分沉重，而形状却颇似20年前的《还珠格格》中的塑料旗头，只是材质不同而已。一个是假发精心制成的，另一个却是塑料做的。而时隔20年，我们对清朝礼仪了解的越多，也会发现经典的《还珠格格》和《甄嬛传》以及如今的《如懿传》之间所犯的相同的错误。因为大拉翅头是慈禧太后本人发明的，当年慈禧太后因为头发稀疏，因而发明了这种假发旗头来遮盖和装饰，于是大拉翅头才开始流行。而许多清宫剧在拍摄的时候沿用的都是清末流传下来的习俗，很少有仔细考究时间问题的，因此才犯了这样的错误，常常将清末的旗头误认为是清朝康熙、雍正和乾隆等时期的通用装扮，使观众产生了误解。而《还珠格格》中还有一个地方更加离谱，那就是对太后称老佛爷，这其实也是慈禧太后年间才有的习惯。慈禧太后为了显示自身的尊重，才自称为老佛爷。而《还珠格格》中有一段对话，小燕子对太后说，我可以不叫你老佛爷，叫你奶奶吗？皇上在一旁说，大家都管太后叫老佛爷，你跟着叫就是了，大概意思就是如此。但其实是闹了一个大乌龙了。时隔20年，